流星锤啊，角度很小。那等于就是我针对拳击手套发展出来的打法。打法，角度是蛮小的。对啊。那个今天到这边才中间。因为拳手有冲量，所以可以做够重。你空手的话只能用发。有冲量的话，可以弥补这个威力不足，打到好的位置。然后在拳套的话，它没法转动。对。所以变成我们习惯都要卡得很紧，都要卡。这样照道理没关系，就开放了。中间力度，拧开。两分钟吗？两分钟。啊！下来。你休息一下，今天你跟昨天打的，要不要打？好，休息一会儿。好。这啥反应？拳套太大了，然后像你或是如果换过程那么大，还是说我让你转动？拳击它最可怕。